外群宣传，你点的是什么？安全裤啊。你问问，没事，你宣传一点点。三姐啊，三个个个的人才。你这安全裤是真安全。让咱们蛋蛋哥跟韩寒一起跳一个黑桃 A， 来吧，开始吧。这是你最爱的黑桃 A， 干杯！黑桃 A， 五加六等于几？数学题要自己做。你妈，算术题都不会！小杨哥带货智能学习灯，当问他算术题时，得到的答案把兄弟俩整懵了。他就是个灯，不，他是学习灯，学习灯，不是灯。大力大力，我爹是谁？你不能乱问，不能乱问是吧？啊，大力大力，二加二等于几？别偷懒，算术题要自己。我学习什么？我学习什么？跟我讲一下，他为什么算术题不会？因为防止你偷懒呀。小杨嫂刚出门几天，杨哥私生子都出来了。小杨嫂这几天出门旅游，小杨哥原本就骚气的直播风格瞬间变得更加骚气了，这肆无忌惮的样子把大杨哥都整懵逼了。你没有来吗？没有。你看我们俩像什么了？你看他俩像什么？那给他们看那个弹性，来，你蹲下蹲下，这个是孩子款的，都看啊，看好了啊，来，这个人看能不能掏进去。来，老师，好家伙，一家三口都出来了，大杨哥莫名其妙就充当了小儿子的角色。哎，不用，来，老妹儿，来，把胳膊拿着。这画面是真的和谐，就是不知道小杨嫂看了会作何感想。逗我了吧？别逗你，逗你啥呀？你敢信？小杨哥挑战六倍辣的火鸡面，当场辣哭，喝水，把自己喝成人工喷泉。放了多少量？兄弟们，你放多少量？你说。你考虑你吃了，你就肚子跟你说，第二天他们穿稀，第二天穿稀出，我必须搞干净啊。你去搞干净，我最近亲兄弟们。你这不能受，大不要自由啊！我太难了，不能吃辣的人啊！吃火鸡面，我跟大家怎么放啊？咦，你看，放一点点的酱，不要放多了。你看我一袋就放这么一点，四袋啊！现在必须听兄弟们的啊！兄弟们，刚才老干几袋了？六袋了吧？六袋可以了。你小屎了你？牛排，你吃我这个好吃。哎呀，你还吃这玩意？人才！我跟他说了，说了叫啥呀？不相信我的话！快喝水！是你张开呀，张开！大家比不要模仿，不要这么吃啊！我刚刚当教大家的，这样吃最好啊！搞一点点，半包这个火鸡面料，然后搞一点点那个风味鸡油。我干妈吃在飞，怎么肠子给吃坏了？这样吃啊，一定要这样吃。咦，给他看一下啊。这能不能慢一点啊？你不能慢一点。你不能捂了，我要来你别再捂了，知道？你俩没完了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他是因为这个嘴巴里面有一些。不浪费，不要浪费。不行啊，刚怪他，他给我灌太多水了，那么一大瓶水给我灌一半。小杨哥直播间迎来史上最不懂事的品牌方，大小杨哥频频暗示，品牌方就是不为所动。哎，大哥，今天是蓝色妖姬啊！你们兄弟们，我们上次卖那个睡衣车的模特也穿这个。不对呀，我这里请模特，你让模特得穿你的衣服呀，是穿这个衣服还是不穿你新衣服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
你挺模特来，模特要不要穿一下你的睡衣，试一下给兄弟们看？怎么了？你昨天说那是？那是穿还是不穿？敢不穿？我没说啊，我没让他穿啊，我也没让模特不穿，我也没让他穿。对，我们听你的话啊。你们能换还是不换？兄弟俩看品牌方如此不懂事，心里愈发急躁。换了刘亮哥，到底换还是不换？不换，不换，不换，你管那么多！现在去，去的，懂了吗？知道，知道。现在拿过去，来带过去。那是换还是不换呢？我把他带回去，我干啥？不换。我说，把不卖了啊！我说，你拿这个衣服带着他去房间。你说换不换？看着小杨哥忍痛跪边缘，大杨哥最终站了起来。换，听懂没？干啥说的？他说换，是个男的，换了换了。换，你说换的啊？大哥说换，我没说啊。你这个不跟你说，行了，我不想说话啊。我不是说想看，我也不是说想要美女换。你自然，你既然请了这个品牌，对吧？模特，那就要模特穿一下，大家看一看这到底是什么感觉。最终，兄弟们还是一展眼，只不过大杨哥今晚还能回家吗？小杨哥又开始皮了。戏精上身，骗大杨哥以为商品出问题了，被大杨哥发现后暴走一顿。来给大杨哥喷一下，这个喷上是眼睛一定要闭上，知道吧？我给你喷，眼睛闭上，我给你喷。这个喷，你不要睁开眼睛啊，睁开眼睛不舒服。你喷呢？哎，你又不喷。那夜呢，雪花飘落，梅花开枝头。啊，那，我的乖，爹妈。喷水了，喷水了，怎么啊？你看了吧？我的妈，出了一大坨，你出了一大坨，大哥，你让他再回来试一下，你看，哎，董事长来，刚才你喷水，你看到没？你看这个，你看，你闭眼睛闭上，不是我自己喷，不是你不是我自己喷嘛？你闭上。那夜呢，花前池旁，留下太多愁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的妈！因为你太缺水了，所以要多补一点水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不行不行，那他妈有问题了，老板，你这么你这么这个，你这么闹吗？拉的这样的，我跟洗澡一样。我买的喷雾啊，大哥。不不，你大爷自己喷，你喷一下。不是，你叫大爷喷，你喷一下，你自己喷，你让自己喷也是了。你看看去了吧，别急。不要说谁是谁非，但求终于对，只想努力与你一起再醉一回。你干，你听我讲。爱恨就在瞬间。哎呀，渣渣渣渣，太残暴了。